好，来。130克，好，138，好，差不多角，差不多角，嘿，差不多角，对。然后呢，奶精的话是30克，这边有一个刻度，我们就加到300这边就好了。好，需要帮忙捏住吗？一个应该是还好。这个等一下，如果你们要自己弄的话，就是两个人一组，因为它的头比较松，所以就是一个人捏着它，然后杯子在下面，这样。好，然后就搅散它。OK， 那这才提醒一次，我到上次去年那个杨姐带我去参观一家之后，我才知道说原来珍珠是另外称，最后才把奶倒进去。好，那我们要再加糖。加糖，要加薏糖还是加黑糖？加黑糖好。黑糖那种特殊的香味，我喜欢那种香味。啊，还是等一下开放给他们自己加。对啊，那我这一杯就是先加35，然后老师喝喝看。好，没问题。你看我飞起来就代表，钻石级的。不小心加到40克，老师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小事小事。超过了，然后再搅一搅。难怪你坚持要这样搅，就是这样子。我懂，我懂。因为要搅散。没有，我没有经验，我是在家里乱调的，跟你们这种专业的不一样。好，今天没有封口杯了，今天就用盖子而已哦。你看，你放那边，我就知道我需要一个容器，让它那个。好，这大概是中杯的量了。好，中杯的量。你看，就这么，就是大杯的啦。可是通常这边因为这是95的，加那个冰块，剩下就加冰块，热的就加水。所以这次不加水，代表很浓的，比较浓的意思。老师可以喝喝看。好。好 ，OK。刚哦。我都放这边，因为想到时候你帮人可以拿过来。那我开一个盖子来用。对，你看这些东西我两个星期都订好了，只是它延误我的时间。那还是你们看看珍珠跟的一次称完，分工称完会不会比较快？也可以啊，就大家被、求了，我买的是这个。没关系，这个吸管一样。这太大了，老师。所以这是90，这是95的，那麻烦你拿95的好了。好。这就是大珍珠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这样就可以喽。好 ，OK。不好意思，帮我剥掉，帮我插上去，然后我等一下去外面，我就不停拍，继续喝一口，然后看我那个表情这样子。这是纸还是塑胶？这是纸的。纸的 ，OK。好，谢谢。那老人家先到外面去了哈，那你先指挥一下。那大家如果要快一点的话，就是珍珠都先盛好。好 ，OK。好，那我先到外面去了。好，实验室不吃东西，那我们到外面去。礼拜六了吗？是那个旧的吗？